现在全面要和民进党宣战，你们卖公开，不要用这么可怕的字眼了吗？和民进党的关系不是全面开战，那是什么？立委补选、绿白都要推人，合作宣告破局。从前一天的蔡科会上就能看出端倪。那等一下简报开始的时候，请我们前面这一排。总统和市长两人的互动比天气还冷。蔡总统搭话，市长和柯文哲咬耳朵，却碰了一鼻子灰。总统不气馁，多次转头微笑，但柯文哲就是臭脸。柯市长全程高姿态，对比蔡总统的善意，似乎铁了心不想配合。有时候决定要推陈思宇，要跟民进党全面迎战。感谢。大概什么时候？什么关键？你们为什么要用"全面迎战"这种字眼呢？总统主动邀请会面，柯文哲却没把总统放在眼里。原本民进党立委补选打算征召小灯泡的委任律师吴君庭，几个小时后确定出局。晚间六点半推出最强棒何志伟，绿白确定兄弟登山，各自努力。柯文哲也不甩民进党，立刻和准高雄市长韩国瑜靠拢，预告明年一月柯韩会就要登场。一听到和柯文哲有特殊情谊的韩国瑜，脸上表情不一样了。但是不是要跟韩国瑜见面？一定会的，只是我大家都很忙啊，这样。那所以要去高雄吗？不一定啊，有时候他也常常来台北。选择和韩国瑜麻吉麻吉，柯文哲不只推双城论坛，又和大陆媒体参叙。如今没了民进党陪伴，柯文哲心里自有盘算。三立新闻盘建华一点台北报道。